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汪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。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，小汪被绿了。嗯？真傻，真傻意思。难道是对面的僵尸会投毒，让我中毒了，所以才变成绿色的了？这不对吧？好家伙，直接就是两排的金蝉菇在这里了，都说了一万遍了，我小汪和这个金蝉菇一点也不像呀。我真是服了，嗯，烦死了，已经两排我了，不是，已经两排金蝉菇了，那我们就都种金蝉菇吧。哎，这对面的这些僵尸中间一个大酒，哎，旁边的僵尸不是穿着泳装就是打着阳伞穿着公主裙儿的。死鬼！好家伙，原来小蛙被绿了是这个意思。大姐居然爱上了别的僵尸，那些鬼头也跟着过去了是吧？一个字，绝！一个字，绝！那就用这些金蝉菇把这些僵尸全部给吃掉吧。一口一个僵尸，这大局就是炫了，最后也是成功通关了呀。